谁最缺钱？谢春联送粉丝迎新年，台下好热闹。歌唱选秀节目歌手在牧场办演唱会，轮番上阵。甜美可爱的吴美玲唱贺年曲，一身大红洋装，超喜气，炒热现场气氛。林孟松首次挑战国语组曲，一身帅气打扮让粉丝嗨翻。超想改编台语版蔡琳的《我呸》，陈梦娴火力全开，主持功力也不输人。我是台版蔡琳，还是台版罗志祥？安尼你讲好唔好？自己讲有点不太好。那我们两个在一起好不好？把观众逗得哈哈大笑，高嘉群人气超夯，演唱嘻哈天团911的歌曲，台下粉丝强握手，疯狂尖叫。民众来牧场走春过新年，还边听演唱会留下难忘回忆，让廉价画下完美句点。三十万光声与 SNG 超度桃园报道。